的伤心像是真的愿望，一起来华丽的开枪，意外总猝不及防，没关系，不过小事一桩，偶尔也会有情绪难以释放，闭上眼数到三就遗忘，美好的接力棒紧紧握在手上，却随着新的方向，纵然每个字一生长，以不同的方式将每个心愿点亮，永远微笑向上，是坚强却拥抱希望，去见证世界所有美好想象，孙膑说有事要咱们帮忙。嗯，黄少剑啊，学霸也有求助的一天。我来了。我最近收到了好多信。这是谁写的呀？我从未见过像你一样的天才少年。孤独的孩子是造物的恩赐。这是崇拜者的来信吧？男的女的？我还没见过，我也没回过信。怎么能不回信呢？作为偶像，首先就不能辜负粉丝们的热情，认真的回复每一封来信是必须的。其次，你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仪表，毕竟如果被粉丝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，可是会伤心的哟。哇哟，你好有经验啊，一定有很多粉丝吧？一个也没有。以后会有的，咱们先来解决孙膑的问题吧。这封是今天收到的，对方约我今天下午在图书馆见面。要见面了，我们能一起去吗？这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去。要去，当然要去了，还得好好准备准备。你之前那么久没理人家，这可是挽回的好机会。那我该怎么做？咱这样。这人到底来不来啊？等太久了吧？嘘，人家可能是害羞，作为偶像要有耐心。哦，马上就要闭馆了，他应该不会来了吧？吓了我一跳。快醒醒，人来了。什么情况？大家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本来要定住的人是你啊。这是你干的，你就是给我写信的人，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的朋友啊？我没有，我这是专门模仿你的时光能力设置的机关，我就是想看看聪慧睿智机敏的你如何能破解，可是没想到聪慧睿智机敏的你竟然躲过去了。他们这是属于误伤。先别说这个了，拜托你快把机关解开吧。这个嘛，我为了不让别人干扰你，这四个机关都做了加密保护，连我自己都无法在一天之内拆开。喂，现在不是得意的时候吧？好了，第一个我知道怎么拆了。什么？这么快吗？真不愧是聪明睿智机敏。你给我闭嘴！孙膑，快点！他们怎么了？那个，时间磁场里是真空状态，时间长了可能会有窒息。时光回溯。奇怪，我刚才好像看到太奶了。怎么连机关也一起恢复了？
连我自己都无法在一天之内拆开。哎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不好，他们好像憋过去了。时光回溯，看来一分半是大家憋气的极限了，我必须在一分半之内把他们全部拆掉。大家等我，时光回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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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连我自己都无法在一天之内拆开。孙膑，太好了。孙膑，你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连累你们了。哎，怎么会呢？明明是你救了我们。就是，要怪就怪这家伙，你这尸虫患者吗？你这是来索命的吗？对不起，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就是对崇拜的人总忍不住想挑战。哎呦，别打了，我错了。走停停，下一步该去哪？感受风在脸颊，城市光还很长，不必急着去长大。未知的冒险不要怕，我们做彼此的盔甲，肩并肩鼓起勇气向前吧。抬头与自己的对话。